这办法真的可行吗？按理说啊，就这种事儿，我应该一马当先，勇往直前。但是我太丑了，所以就只能劳烦大人亲自出马。哎，大人，你现在这个姿态还不是很女性化，你看啊。滚，得嘞，咱们就按计划行事啊。哎，戴道爷，救命啊！这娘们怎么这么沉呢？就是啊。又一个花季少女，羊入虎口。